今天呢，没有大外援情况下，但是面对的是对方根本没有外援的一个八一队，所以天津呢也是希望在客场能够先声夺人。好球！董培急停跳投。之前你说青岛队的两个外援的个人能力是比较强的啊，无论是吉普森也好啊，约安逊也好啊，其实在外援里面都属于个人能力挺强的球员，但是和球队能否串联起来，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今天天津队的首发是孟祥龙、石德帅和田野，搭配两个外援罗切斯特和白阿德。好球，反复的底角利用白阿德的掩护，创造外线球员攻击篮筐的机会，前场篮板，好球。